原住民族委员会是马布赖106在哪哪吉萨马兹朗布拉古，第二个呢阿拜在伊西阿巴扎拉吉萨健康照护数位学习，马达马里西纳的生活智慧，第二个呢阿布吉利智慧行销，米塞五十八度调布的结构啊。 卡木兹干的阿拜扎伊西阿巴苏鲁苏鲁早当那下子布鲁，埃西那五月一号本那加伊当那阿里山，门伊尼亚盖西西地主巴那奈迭乌鲁巴镇。部落没有很远，我们用科技与现代接轨。阿拜扎网路当那马兹朗马布阿，到了阿拜扎谷歌大巴士。 迪吉里米布拉古丹纳达米亚，到了港湾360度怎么走了？诺诺曼伊尼亚迭走人，马里足足走木个啥伊尼亚罗沃沃，伊是说马布阿丹纳说迭甘门人啊，乌那把港湾其实医疗照护，说阿拜扎网路丹纳木斯尔迭达不拉啊。 达古达瓦拉尔马马鲁朗达纳蒂纳安马古纳努，原住民族委员会埃西纳加伊阿里山，阿巴祖父母马布吉里智慧部落达纳迭巴纳奈，马西尼埃西纳阿里山乌纳马布山吉萨智慧部落文化角，刷嘎伊尼亚早把子本，卡木子干尼马马能乌鲁巴镇。 靠他们的这样子的活动哦，我们的东西都可以行销，哎，对，帮助我们行销，产业行销跟我们，族族历史文化都有做传播的一个，深远的意义啦，就是也帮我们去行销我们文化中心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文化中心在达邦，然后从智慧部落都可以找得到，我们的位置跟我们举办的活动。所以是呀。 原住民族委员会埃西马布赖106年度智慧部落集镇，在那那伊西马布奇里那加伊阿里山，马达苗栗南庄乌鲁金岛那，第二个呢阿拜在伊西马蒂马能健康照护马布赖数位学习，马里西那的生活智慧，第二阿布奇里智慧行销米塞刷五十八度甘能啊。 要跟你把马能读个白族丹那布拉古，马蒂扎拉布拉古丹那下子乌鲁。部落的这个生活，它的健康也好，或者在新的数位的一些知识上的学习，乃至于一些就是说，他们的一些农特产的行销，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制度性的一个支持。那么智慧部落。 就是可以，就是这方面呢，因应这样的一个需求。马卡西严明会哪里？在跟你在那阿巴扎拉布乌鲁金智慧部落，马西马西尼说对说出智慧部落的瓦尼木拉呢，就是美尼布拉古，马祖母马达科技，第二跟你阿巴扎拉造乌鲁巴扎吉萨数位。 嘛是布拉古丹那蒙嘎马兹朗达勒尔莫乌尔那云端儿子西嘎啦，阿不得伊伊尼亚马达拉瓦诺里。智慧部落站。巴尼多玛多多鲁咖喱。